被你老板撩是一种什么体验？小智小卓，别看车了，快过来。来了来了。啊，我其实今天呢，不只学了魔术，还学了个谜语，考考你。来呗。装戒指的盒子叫什么？叫戒指盒呗。那装蛋糕的盒子叫什么？那蛋糕盒啊。哎，那装你和我的盒子叫什么？那肯定是骨灰盒啊。啊，你好好猜，你再猜猜。是啥呀？叫做天作之合。有点冷是吗？那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从前呢，有我不爱你和我爱你两个人。那我不爱你突然间有一天死了，还剩下谁？那肯定只剩我爱你了呗。我也爱你呀、我也爱你呀。兄弟们被这样的上司撩，谁受得了啊？